美国批准本国军火制造商向乌克兰出售杀伤性防御武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洛尔特在这个星期证实，行政当局已经在12月13号通知了国会。洛尔特说，美国制造商向乌克兰出售武器的法律框架在奥巴马执政的时期已经是存在。他对媒体说，美国政府本身并不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只是允许美国军火制造商出售。路透社说，这项出口许可涵盖了半自动以及自动武器，包括作战散弹枪、消音器、军用望远镜、消掩器以及是零件。川普政府官员说，批准出售的这批武器设备价值$4,150,000。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说，乌克兰要求获得的标枪、反坦克导弹等威力大一些的武器未有获得批准。报道还表示，加拿大在这个星期亦都批准了向乌克兰的类似军售。